各位同修，大家午安。阿弥陀佛。咱凡夫，敢会当代别个众生的苦呢？所以咱要知影，是袂当代。啊，袂当代，但是呢，有心，啊，有这个心，啊，心有想要代，但袂当代。但是呢，唔是讲袂当代呢，就算了，就不爱插了，唔是，为啥呢？咱要有这个心，这个心就是慈悲心。那么，这个心到圆满，叫做大慈大悲，加一个大字，就是圆满的意思。啊，所以。咱有这个尊心呢，是慈悲心，但是呢，咱无能为力，啊，咱无法度担，所以，这个经典有跟咱讲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心佛众生这三个呢无差别，众生的业力、甲佛力、甲这个心力是同等。是不义不义、啊、所以无法度代替。那么在这个无法度代替里面呢，有这个代替意义的、啊、有这个代替精神意义的。比如讲，佛菩萨到咱这个世间来应化，哦，示现在咱这个世间。那么示现在咱这个世间的时阵。伊一定甲咱实现，甲咱人这个人呢同款，伊来教化众生。那么众生唔捌伊，唔知影伊是如来实现的，啊，唔捌伊呢，所以不但有的时阵未当接受佛陀的教化，甚至呢，搁诽谤佛陀，搁加侮辱、加诽谤。啊，甚至有的人要搁甲害，但是呢，伊拢当会当忍受，拢当会当忍受，这呢都是假所讲大众生苦的一个表现，因为这种苦伊会当唔免受，伊无来这个世间呢，伊都不受。啊，伊到这个世间，明明知影这个世间众生呢。功强难化，伊也是爱来，伊也是实现到这个世间度化众生，这就是大众生苦的意思。那么到任何一道实现教化众生呢，拢是无简单的代志，拢爱忍受，也就是讲呢，学佛的人。去接引众生，摄受众生，咱以这个真诚心对伊，啊，这个真实的利益贡献给伊。有的人不但无当，无阿多相信，还佫会对你怀疑，啊，甚至呢，佫爱个小心提防，因为咱对伊呢有这个无好的企图，即个冤枉呢，你拢总爱。忍受，拢爱会当承受。那么这句呢，拢有这个大众生苦这个意思在。尤其呢，咱即马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末法的时代，末法，末五作恶事。所以讲呢，伫过去佛陀入灭到即马3000多年来呢。所无，即马即个时代呢，愈来愈作恶，愈来愈乱啊！啊，咱看佛陀伫经典顶头甲咱讲的，即马即个时代呢，佛教衰微，政治政见衰微，外道呢昌盛，外道真，伊即个势力呢真大，真昌盛，佛门的即个现象呢？甲外道未比，
啊，无论伫即个人力、财力，拢不如外道。到外道，伊用种种的方法去甲人卖，去甲人引诱。正道正知正见的，拢是以讲道理、正法修行为主，听经闻法修行为主。听经闻法修行呢，真艰苦。尤其即马无法时间，无法时期，叫一般人修行来吃苦呢。大部分的人呢，拢害头。听懂讲爱吃苦呢，不爱来。哦、所以外道呢，啊、哦，因做啊，因、哦、用种种的这个方法，所以众生真多。这佛陀在三千年前，伊就讲了真清楚，甲即马这个现象呢，都讲出来。学佛修行爱精修。不在家呢，干计较，而且呢，绝对不退失菩提心，啊，无退失本愿，将来这个果报，绝对非常的殊胜。啊，这咱也知影。第五个，甲咱讲，勤修。善根供养，勤修，勤修就是讲不但爱修，而且爱勤修，爱用功，爱精进。勤修善根，善根的意思呢？根，根就有灵性的意思，会当成长的意思。根有灵性的意思。亲像这个植物，植物呢有根，伊才会当生长。所以出这个意思来做比喻。啊，那么会当生一切善法的这个法呢，这就叫做善根。哦，咱爱勤修，爱认真，爱精进来修。那么伫这个经论上有甲咱讲。世间法的善根，啊，世间法的善根呢，有三个，就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这三个贪、不嗔、不痴呢，会当生出世间一切的善法。世间的一切善法呢，就是为这个不贪、不嗔。不欺呢，所生出来，啊，这是世间法。那么出世间法，出世间的这个善根，一个唯一精进。出世间的善根，单一个就是精进，尤其是大乘佛法，精进呢，当生一切菩萨的善根。啊，会使讲呢，这个理性以上，啊，小性的这块人以上呢，因拢已经会使讲隔离不灭啊，因拢种觉悟，因拢种不灭啊，这个阿罗汉、辟支佛，这是小性的圣人。阿罗汉、辟支佛呢，叫做正觉，正觉，菩萨呢叫做。正定正觉，这当然不灭啊，伊没有这个贪嗔痴啊。但是呢，因也过爱精进，精进才会当生一切世出世间的善法。那如果因害胎，那么这个善法虽然也是会当生，但是呢，少无多。所以安尼合起来看呢，咱爱修三善根。三善根就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而且呢，也阁爱修精进，要爱精进，爱勤修、认真努力去修学，
真正供养三宝，供养诸佛菩萨，这是真正供养。这是第五个，第六个，不舍菩萨业供养。菩萨业，菩萨业是啥物呢？就是菩萨的事业。菩萨的事业，那么菩萨的事业又果是啥物呢？菩萨的事业就是教化众生，帮助众生。这是菩萨的事业，菩萨在世间为世间人做榜样，为世间的人做模范。无论在多一个行业里面，不管你做什么行业，伊拢会做到尽心尽力，在这个行业当中呢，做一个典范，是这个行业当中的领导者。大家会当向伊来学习的，所以呢，菩萨呢，无一定是出家，无一定爱出家，但是伊无论为多一项做多一项事业呢，必定是依这个佛法，以正知正见为依归，甲这个伊所做所行呢，咱拍开经典，甲看伊所做的呢。经典顶头所讲的拢符合，必定是甲这个经论顶头所讲的教训、教义，伊拢应用伫个伊这个生活当中，应用伫个这个伊的事业上，这个叫做菩萨事业、菩萨业。那么本经呢？本经显示这个道理，这是伫个善财童子。五十三参，那么最后到这个普贤菩萨家，五十参呢参到普贤菩萨家，咱看这个五十三参里面，五十三参就是伊去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，五十三位善知识里面呢，出家人只有五个，只有五个出家人，其他呢拢总是在家人。也就是五十三参里面呢，只有五个出家人，其他拢总是在家人。那么，因每一个人呢，伊的这个职业拢总无同，各行各业拢总是菩萨。咱看菩萨如何做生意，菩萨如何做工，菩萨如何精进，菩萨如何做兵。菩萨如何做家庭主妇，拢总有。咱伫即个华严经呢，拢看会到，拢学会到，拢总是菩萨。所以呢，菩萨的事业呢，无离开世间的事业，无离开世间的事业。但是呢，伊伫世间所有的事业内面，伊绝对是以佛法的教义去做的。甲经典内面所讲的呢，绝对无违背。在一切事业内面呢，以修戒定慧，以做着戒定慧，一切事业内面呢，去成就清净平等慈悲，成就六道万行，这是菩萨业。所以咱就知影，到厝里煮饭会当做菩萨的，到外口做生意会当做菩萨的，到外口交际应酬会当做菩萨的，拢总会使，拢总会使做。那么爱本着戒定慧，本着清净平等慈悲来做。拢总是菩萨，拢总会当做菩萨。所以这个菩萨的事业呢，不是讲爱剃头出家修行，才会当做菩萨，不是。
在家一切事业、一切代志内面呢，拢会当成就菩萨业。这是不舍菩萨业供养。那么最后一条呢，不离菩提心供养。啊，那么这条放伫后面啊，放伫最后一条呢，嘛非常重要。菩提心翻作咱中文的意思，就是感悟的心，感悟之心，隔离不离，感悟啊，不离歇啊，这就叫做菩提心。如果离开了菩提心呢？那么你所做的一切事业都叫做魔业，都叫做魔业，都不是杀业了。魔呢，什么叫做魔？哦，魔不是说青面獠牙那种魔，魔就是叫做迷离不觉，这就是魔。一些啦，无感悟啊，啊，这就是魔。那么菩萨是隔离不离，也就是讲呢，无菩提心，修了多万行，也是魔，不是菩萨。啊，所以呢，一切这个事业离开了菩提心，当中叫做魔业。这个所在也是讲，差一点啊，都差真多啊。啊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都是看你有菩提心无。啊，你有菩提心所做一切事，菩萨业，就叫做佛法。啊，你若无菩提心，就算你去修戒定慧、修六道万行、修菩萨行、修普贤行，当中不是佛法，当中不是菩萨业。所以，这完全是看你有菩提心无，你有用心，你有这个以菩提心为主。啊，咱看这个《楞严经》顶头，伊所讲啊，《楞严经》到最后第九卷的，这个第九卷的后半卷，第九卷的后半卷到第十卷，这一卷半经文呢。又甲咱讲五十种的阴谋，这个境界呢，加这个菩萨呢，加佛呢，会使讲别讲别讲，真亲像，拢是大慈大悲呢，普度一切众生，利益一切众生。那以一般人来看呢，拢总是好代志，但是问题出在倒位呢？无菩提心。啊，伊是迷离不觉，所以呢，这个五十种叫做阴魔。啊，外表看起来也是大慈大悲，普度一切众生。啊，大慈大悲，利益一切众生，但是呢，是魔业。所以《楞严经》呢，叫做佛门的照妖镜。啊，伊个佛门内面的外道呢，照了清清楚楚。啊，你无读《楞严经》，无详细了解呢，你确实无法度分辨，这到底是魔业还是菩萨业？啊，这到底是真正佛法，还是假佛法，还是佛法中的外道？啊，你拢无法度分辨。啊，所以佛绝对是隔离不别，净离不邪，净离不染。也就是讲，咱也是迷，也阁有这个迷情，也阁有污染。这个污染就是要贪嗔痴慢，那这决定是魔事，这不是菩萨事业。那么这个境界，这个状况呢，会使讲一般人无容易来辨别，无法度辨别。爱非常的小心谨慎啊！
这个一点啊差错呢，都袂当有啊。一点啊差错，你都入了魔业啊！你也阁唔知影。那么咱阁看下面这段经文：善男子，如前供养，无量功德。如前就是在这个法供养头前所讲的事供养，头前所讲的这个花魂、万魂、天音乐魂等等，彼法供养一念功德。头前这个事的供养，无量无边的功德呢？如果把伊提来甲这个法供养来相比，法供养偌济呢？法供养只有一念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百千几子哪有他分？伽罗分、算分、数分、如分、优婆罗尼、沙多分，亦不及一。即个所讲的即个名相、名词呢，拢总是数目。拢数目，即个数目拢是真大的数目，天文数字真大。意思就是讲呢，头前的思供养，伊做了搁较侪，那么来甲即个法供养的一念的相比呢，袂当比。头前利用花火来供养，花魂、天音乐魂、油灯，即个顶顶的供具来供养，甲法供养一念来比呢，袂比，袂当相比。何以故？什么原因呢？以诸如来尊重法故。佛陀出现在咱这世间，就是方法，就是劝人修行。佛教呢是重法，依如说行，出生诸佛国。就是讲，你如果一旦如说修行，照佛陀所教咱讲的道理、义理、境界、原则来修行，你将来会当圆满成佛。西方一切诸佛呢，拢是依教奉行而成佛的。若诸菩萨行法供养，积德成就供养如来，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。这段文解说呢，为什么讲所有一切供养的这个财物的供养比袂上这个法供养的原因？这个经文虽然无多，但是讲了非常清楚，非常的明白。处广大最胜供养，这个最胜供养就是指这个法供养。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五穷乃尽。离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尽故，我处供养亦无有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心意意业无有疲业。这段呢，甲头前的这个总结意思拢是同款的，拢是这个总结如今。人人念弥陀，弥陀心中坐，法莲处处开，净土自拥有。老年生活何处去？要如何找到心灵的归依处？上敬下恭老和尚的悲愿，为一切有缘大众修身养老，往生净土设下，发愿在这一生要求生净土，
打造生命最好的归宿。与缘乘船弥陀无尽愿，与缘深入弥陀无尽愿，随缘弘扬弥陀无尽愿，和缘共住弥陀无尽愿。上敬下空老和尚弟子，台中法莲净土学会商务下广法师发愿，在台中太平筹建光寿山法莲佛陀教育学院附设弥陀村，目前园区正在续建中，呼吁善信大德发心护持。您的点滴护持不仅是打造一座弥陀村，更是为自己及后代营造一座安身立命、长养慧根的人间天堂。邮局划拨账号22703000，22703000，户名台中法莲净土学会，洽询电话04-2291-3567，04-2291-3567，0919-952-231，0919-952-231，功德无量。